长脸了，偷偷摸摸。我日，下了个板子，我就炸了。分开呀、啊！怎么太像往鬼屋跑？你有病吗？你跟个仙子抢机子？这不是白给了吗？这要让他救，还扛了一刀。枪还没叫呢，我再吸一会儿啊，舒爽。哦吼！这你都能白给？过年了，留得回家过年。你上得来吗？你金香，你要上不来。刘总，你换四招把这机子踢了。此时的气氛很尴尬。鸟带回去煲汤，不交了。等着回去煲汤。
点的，那是真的牛皮。那一脸要贪的样子，哎，知道你要贪。他不会传送吧？这个嘴哟、哦！哎，我还要吸吸一会儿。翻车是不可能翻的。现在都这么膨胀了，懒得理你。这什么配乐啊？开心农场一样。爽的一批，我站着不动让你打你都能空，是个人才。这大斧有啥用？这溜又溜不动，修又修不动，救人还要白给。你们说强就强吧。这你能救到，那真见鬼了！可以，有鸟，优秀。你跑不掉啊！you
不着急，你没治愈啊，就找个。游戏结束了，还打屠夫爽呢，那是真的爽，说的有气。他不敢上滑梯的，你上，你真敢上，那你加油啊！上，再见。胆子大呀，明知道有触手还上滑梯。听说你要卖人是吧？卖，卖我就不收，卖呗。那些只慌了。帮他扛到死，不管是吧，不管那你倒吧。他想揍我，上一波车，然后天秀。他也走不掉了，到这没关。还摸人呢。
这黑妹子哪狗的呢？你怎么往臭老脸上跑？你看，这以屠夫的角度来看。食物肉人肉眼可见的，可以，求生欲还挺强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懒得打草刀，还摸人啊？摸人游民都飞了都，摸好又救不到，又要摸。两个人一起摸，刺走就很爽，哎，指哪打哪，刺走就贼听话。我都大老远的看那个街士在那跑啊，你跑哪去跑？我也放出来了，我想把它秒了，我想把这结石秒了。
算了，有先锋，不着急秒，有的是机会秒他。等下一波，困兽之斗没有用，保不了他。还想撞，不存在的，撞一次就够了。还在那玩手机，人命都要没了，玩手机。应该不救了，真救啊，你救得了吗？你把他秒了，秒人，哦，放结石修得好快呀、啊！我日，这膨胀打法，半个律师，这么好的节奏还他妈要修完先锋，你尽情修，你修得动，跟你心。先知让机，那里面应该是个机械师了，追一下呢。先知让机绝对肉前锋，可以，那就能把这家伙秒了，秒他。没秒到，
亏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这秒，要秒。秒是肯定要秒掉的。让他开球。修是挺修，但没什么用。他肯定不敢过来。刷死。哦吼，先知直接死，临死把鸟给到了前锋，后来给到了那个结石。感天动地兄弟情。但没什么用，我手速慢了。无所谓，该死之人跑不掉的。这还压死就问，好玩的是个娃娃，再说，拜拜了您了。这是临死前把鸡这个点，算了算了，挂上人再来找你，一样的，免得他等会儿治愈了，麻烦。可以抓去煲汤。
你有会放你吗？反正玩啥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小问题，命空刀，翻不过去了。非要给你拦一下。弹起我刀就嗝屁，翻了过去了，顶多一个加速，还带怀表，放娃娃卖不卖？不卖拉倒。调完时开心，妻子修不完。先比香水再说。带你拖一下地，洗一下医院的地，医院老脏。调音师这机械师拖完，调音师接着拖。哦，过半秒就开始了，佣兵还没治愈，死一个再说。看大家秀了，秀操作了。哎，我秀我自己。
还跳起来，还跳舞，接着跳舞，腿给你打折，接着拖，喜欢跳舞。 这里秀起来了呀，这波天秀啊，跟贼秀。黑妹。 算了，划，去，哎，划就对了，等着你划呢。我真的超个鸟的，有没得扯不下来。 卖就卖，你卖了那我咬你。搞他一刀，卖人是不是？卖呀！搞他一刀，这不敢卖了，这怎么卖人呢？听说你要卖人，倒了都。 还卖不？我不卖了。哎，十五。 先是跑去摸佣兵去了，佣兵资源还在呢。你有加速吗？你又没加速，你带个怀表，你能跑哪去？
看这右边这波还卖不卖？他这波是肯定不卖了，肯定要过来救了。他再卖他就没了。看他那个，两个人都在海边呢。想救来不及喽！还是弹了，应该给他一刀。哦吼，娃娃死了，手机炸了。先知逛街去了，人也不救了。你还要补机子？这开始秀起来了，这人开始秀起来了。不必用用光，那就秀不动了。别在那游了，上椅子坐会儿吧。哎呦，还狗海边了。放弃三，何必？想捞个人，中途还被抓了，难不难受啊？谁的窗户在等着？让我看看啊！这不是前锋吗？真是，真的是前锋啊！运气还是那么的差。那我不交闪了呀，要鸟呗，你还跑不掉。前锋开始了，前锋要秀起来了，看好啊！哎呀，我日！翻了一点小车，目的不大，继续。翻大车，这不是小车。
翻了个九级车，已经炸掉了。不能搞了，再搞他妈闪跑了，该认真打了。你还不救我？和他一样的。他们这边摸好前锋，还能再搞一手。反正你们有其中一个人没修机子。没球了，应该可以拦。可以拦，他接不到，没球。OK， 没了，没事了，继续搞，搅屎。差点搞翻车了，我。他手上是枪吗？好吧，是那个。我以为是枪，吓得我的躲都躲了。晃了一匹，他那个手上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一把枪啊！建筑物都已经开始躲了，这手上不知道掏了个什么东西。等着搓箱子。等会再来锤。他在那打针，这个时候聆听就非常有用了。平地放分身，不愧是你呀、啊！先直跑。假装往上面走，哎，他没跳，哎，不知道了，这个人可以灵性，鸡贼，可以，我决定要把你秒了。
哎，搅屎棍！还搅吗？搅不搅了？有搅屎棍！哎呦我！他不敢搅，怕了。来来来，让你勾。 得很啊你，你还抬个触手，还等等摸人，还摸吗？触手面摸人，膨胀的一批，谁给你们的自信呢？ 可以，看来你们三个人全部都在小船那边了。三人帮啊，可以啊，还摸人呢、啊。随便排死一个，排死一个是一个，哎，接着排，接着排。 刀剑无手，是不是都要出来了？还给他磨好了。
吃肉，哎，没吃着。磨半天才磨起来，你都四成了吧？还好没磨，自己起来了。牛仔应该是偷人去了。还有狗呢，看多秀啊，给你翻过去他还勾你呀，哎，那又要开始了。哎，怎么是那边的触手？你看他操作秀不秀？年轻人都喜欢搞一些骚操作啊。哎，怎么触手放不出来了？拿了个小人书去救人。哎，救吧，救吧。让你救你都救不下来，牛仔此时的心情肯定是，哎，刚才那么秀，这幽冥都扯不下来人，真是傻叉队友。我听见你了，这个佣兵怎么还有治愈啊？拿了个小人书你能跑哪去了？还在这开箱子。哦吼，放弃了，不想玩了。武神后遗症，心态崩了。
好像是求生欲还有点强，他还要起来，他觉得他自己能行。然后就被一巴掌拍死了。这谁往我脸上跑啊？你的空姐，你这是皮痒啊！大船你不修。可以，都在逛街，逛的妙啊！再见，啊！乌龙出手，你不下板子，这还不再见吗？娃娃也得死。这波黑妹下来要开大了，有点慌。哎，困住之道倒是好了。白给了，有点小亏，问题不大，还可以玩，还可以玩。哎，我明明指的是这个触手，他就把那另外一个触手给弄了，还回手掏呢，杀鸡玩多了吧你？在玩手机，这右边还弹机，正好弹。你这救不到人喽，弹机子。你看你下次还敢弹不？被我骂不死你。等会儿出击就是狗佣兵探机子，该不该呀？头铁，无所畏惧。那这是让你滑滑，敢滑吗？小事，还能玩，还能玩。
很不好了。可以，说不定还能救一波人，想个办法把你秒了。算了，秒不掉了，再见。哎呦，扯不下来人喽，伤心喽，勾引勾不成喽，结石抽箱子去喽，等会一个厕纸就放你。怎么又磨好了呀？把你挂了抓吧，免得再起来又是一个治愈，麻烦。跑哪去了？不敢，还狗地叫哦！不着急，你狗，先给你咬成老寒腿，两波带走。